孙伯金、罗大云、大文、大德普照，今日大家又相聚一堂，祝大家吉祥如意啊！弥勒尊佛。那么，咱永安有哪继续要来讲解《弥勒救苦真经》？永安这首偈就是金领36万丈。即马咱社会吼，上流行的就是这個，这個、我拢唔捌啊，拢听人讲的，我家己唔捌用，我无骗人，那手机啊吼，那伫讲啊讲，哎，这经理在咧叫你的呢，啊，从拄过来吼，我袂晓用，唔知变哪卡，现伫讲啊，我咧接过来都唔知变哪，嘛要饲底一粒啦，我真正多饲人的草地安尼。你多饲个草地人，真正了用。即摆发展哦，云端科技，即云端科技哦，也是讲，即摆变地球村啦。即地球哦，虽然讲有3万外公里哦，啊是哦，我亲像在厝边，我看陈经理你卡含大陆讲话啦，啊含国外讲话哦，啊古怪那真个在咱厝边。哎、欸，你讲的我坐在边啊嘛听很远，这地球啊已经缩小，这就是科技的发达。但是科技的发达带来予咱人类方便，但是一项的后遗症就是咱的道德堕落，咱的道德拢坠落。尤其是即马这网络骇客啊，吼，即我拢看电视的啦，这骇客讲偌厉害，伊我都啊干扰伊。方程式就对了，哦，比如讲上网要找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你甲试咧哦，出来的任务有可能是火葬场。我听迄电视里讲，我听啊火煞煞。啊，若讲要找张德华堂，有当啊是卡拉 OK， 哦，无得卡。啊，是安那话，会今仔讲的网络骇客，这毋是社会安尼了。咱即马道场哪即款哦，咱道场哪即款，所以道场就是啥？咱即末法时期，魔王科德混乱道场，咱即个道场哦该乱，啊伊个各显神通。所以弥勒祖师搭金领36万丈，金领36元将来来镇压。哦，亲像讲，咱即马哦，唔是地面的战争尔，即马含云端啊在咧战争啊，即种大显神通诶，即毋是伫地面讲人对人诶尔，包括讲咱道场，你看弥勒祖师哦，有哪慈悲？今年36万丈，我今麦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啥呢？哎，咱做下来读一遍哦，咱做下来读一遍。好，一二三。我讲过，即马是末法时期，今咱众生哦，我都今仔入来到佛堂求道，这完全是天命的尊贵啦。哦，啊那无哦，咱含今入来到佛堂的求的都无，卖讲完成迄个仪式，因为咱毋是即些多来做人哦，咱道生累劫以来即个世间，为什么要来世间？因为就是咱业力敢牵引来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业力，你即摆按甲细想，迄、那个旧的小还袂清楚，咱是毋是先来个加嘞？各位恁即款想看麦，迄、那个旧的小还袂清楚哦，啊新的是毋是个加嘞？新的旧的新的一直加，一直像咧滚雪球，所以咱愈轮回
会愈愚痴，愈愚痴哦。毋是愈愚痴，啊，罪业会愈重。所以魔王来乱世，就是心通哦，也敌不过业力哦。啊，这是安怎？他神通敌不过业力，啊，就心通无多敌业力。按即卖现行都要中啦，这个叫天命。所以咱求道的是一定爱清淡，若无清淡，这场仪式办袂成。为甚物咱爱清淡？你看，咱咧清淡是讲观地基座，观地基座纯阳右，纯阳就是咱的李祖师，观圣帝君伫边啊，李祖师。在正边，诸佛心经何必灵断？鬼神听旨，切莫冥顽。所以今日人是天命的尊贵，啊是安那天命的尊贵，就是亲家。这亲是啥意思呢？是钦差、钦差，咱捌看歌戏《钦差大臣》，捌听着、捌听过哦。师尊师庙，就是上帝老母的钦差大臣。钦差是毋是拢有一支？即啥？尚方宝剑，尚方宝剑。所以师尊的顶、师庙的顶温哦，甲师尊敢保温。今日咱要有机会通去求道，爱感谢天恩师德，咱常咧讲感谢天恩师德，就是咧讲这个。师尊会敢担保，师庙敢担，啊那无伊谈拄啊讲过，咱德行累积来的这罪业，敢那滚雪球同款咯，是愈加愈恶，愈加愈大粒。所以含入来到佛堂的机会，就免讲啦，卖讲求道啦，啊，所以。咱为家己拍破一下，很幸运哦，很温。是啥物呢？我看这礼拜哦，这礼拜走三单，三单听有无？一礼拜三单，啊个后礼拜搁了后破，后礼拜搁一个搁几空呀？那后礼拜，大概后礼拜拍算，啊，这礼拜到礼拜为止三单。所以咱真会当坐伫遮，很庆幸，搁会当听经闻法，搁会当回向功德，搁会当含祖师同共聚一堂，这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殊胜，真正不简单呢，真正不简单啊！所以咱今仔求道爱清淡的原因就是遮，哦，他妈的讲神通敌不过业力啊！我记一个例哦，迄释迦牟尼佛伫竹林精舍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咧讲经的时候，拢一支标枪，伊飞镖啦，拢伫空中，拢一直射一直射，要来甲射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看到这支飞镖射来，伊总用神通力为天顶去哩，这支飞镖有放伊煞无？无放伊煞，对去哩，伊走到地，对到地。伊到尾啊，才总落来地面，搁坐好，坐伫伊个刚到个所在坐好，伊脚总伸出去，迄支飞镖总位脚甲射落，拢作者拢掉嘞。各位，如果咱当时个在各位呐是在场，恁会感觉讲，迄有做呢？啊，那这支镖呐去甲射脚，啊那射会着？伊个神通力，应该啥物代志拢嘛会当化解，对毋对？伫咱众生个想法是毋是安？啊，为啥物佛陀会伸脚出去射？所以即个业力啊，这个业力，迄阵个弟子会感觉奇怪，啊，才请教佛陀，伊讲师父。是安那迄支镖会射你的脚？会当讲，他是在示现给众生看哦。
伊咧写哦，叫眼看，讲业力就是安尼。伊当时还佫伫做人，哦，就像佛祖是咪人做诶？伊咪出世就佛祖呢？伊那修行，按一世一世一直修，一世一直修。啊，伊一世伊一世咧修行的时，就是啊，人诶，迄个落海里哦，捞金呐、啊。哦，诶，讲诶，海底有迄船啊，点咧，啊，大家拢讲有金啊，哦，我著介侪人落遐要找金啊，啊，结果对方有找着金啊，迄阵诶，释迦牟尼犹搁伫阴地做人诶时，用刀啊，共剁死，共剁死，啊，共抢只黄金过来，你看，就是伊今仔做好啦，即、這个业力会煞未？未煞。啊，未煞应该一报还一报，但是修行的好处就是啥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这就是这条做实现这个业力甲神通力的一个好注意吼、哦，去了解。所以今仔咱来，咱有这机会，通求道拜拜，只要咱有诚心，绝对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过去显化太多啦。啊！切道亲伫五楼跌落来，讲啊，无安怎样？迄就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！哦，即款个比袂了，即款个比袂了，迄就是善恶的自比，加上咱本身的诚心，所以有诚则灵。咱若有诚心，绝对有灵验。啊，有诶，介注意哦，古怪。啊，我哪会拢袂啊？啊，我拢袂啊。我若安怎照安怎，你爱问你家己，你毋是问我。咱别人用五字真经、用三宝会当化解一切，啊是安怎你才会卖？是安怎才会卖？爱问家己，也要问我。你毋免问我，问家己。他是有诚则灵，有诚则灵哈。若有消魔乱五法，就是讲搞怪，毋听话啦。哦，白羊令旗。过别用灵气鬼神听旨，咱咧请哪叫讲鬼神听旨，切莫冥顽，就是讲袂使搞怪哦。即马是你众生生降的关头，生死的关头，要办三天的大事哦。所白羊令旗，鬼神听旨，你袂使搞怪。所以若有这邪魔乱了话、乱了套，搞怪唔听话，驱邪斩魔灭妖精。三观保健的请出来哦，三观保健的请出来。我讲一个实例，这不是你讲过恁听啊。较早我住伫南州的时，一个高阳的坤德啊，查某的坤德，伊本来哈、哦，水甲一面那花的，伊家的迄个算环境一切拢袂歹，我阿妈嫁一个好老公啦、哦啊，唔知安怎样哦，人安怎隔，他咩也唔晓，人回灵啦。你敢捌听到回灵？回灵安怎我是唔捌啦，我敢那捌听到，啊讲也唔人回灵，啊只回灵哦，我一段时间无看到伊啊，啊他忽然间伫迄间看到的时候，哎呦，无人啊，你那今晚那会变安？唔是介侪岁呢，四十几岁人呢，唔是介侪岁。啊、哦，目睭像迄熊猫安，啊、哦，人咧讲挂赛斯啊，迄目睭哦，一睛拢乌的哦，拢乌，啊面拢色的，拢大的，人乌大散啦吼，拢乌大散迄类。我是阿母，老小姐，我老小姐，你今晚来变安呐？啊，伊吐大亏啦！伊讲哦，我了足侪钱啊，啊是半边了，唔是啦，甲半边了诶，都欢喜感恩咧，唔是啦，伊用骗你啦，啊是用骗偌济，咪一百万，千外万，嗯，伊讲哦，干呐为着这样回零，连阿公安怎，连阿公安怎，啊开到千外万，伊经济拄好咧。开千外万，啊，上班总气不足。你敢知影？请五支的乌灵旗啦，灵旗，灵旗是毋拢即款用的？哦，
爱只乌色的五支。我讲，安尼啦，伊问讲有啥物办法都无啦吼。我讲，我来恁厝看一摆，有办法无办法再讲啦。我真唔敢甲你讲啥，我落下面约好去去因遐。啊，然后去到内底哦，乌烟瘴雾啦，乌安，迄个因拢烧个素茶哦，迄素茶加迄静香，规间烟蓬蓬安啦，啊不，人伸手不见五指。啊，我入去搁啊看一下哦，迄香炉插五支乌灵枝，讲，哦，我看一下，讲哦，敢若好好人入来吼，都昏去，唔免讲你伫即内底咧住，伊讲。真是，啊！都代志已经安那，有啥办法无啦？啊！这机也无人敢啊，无人敢啊，叮当呢？因为迄灵机哦，我讲咱普通时有当时拢忙乌白火车哦。有当时咱若咧做机哦，我甲大家交代一下哦。咱若做机，就是讲咱的时代人今仔机神，啊，咱用迄火车，哦，啊，你着带遐个，带遐那是讲好兄弟啊，是朋友弟兄哦，咱做伙来。千万恁都卖乌正，因为哦，人讲未知未到主人开口，主人若开口了，就对伊入来哦，伊入来就稳脚稳困啊哦。各位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唔好乌白乌正，因这灵气入来了，讲稳脚稳困，伊就好呀，伊就经济袂歹。啊，就爱人家红胎有诶无诶，啊那另外四个三哦，伊人就袂困，就得乌完脚白变。我会看一个方案啦，正加一个办法尔，加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将这个佛堂改做咱的先天佛堂，就是讲咱的咱即卖道场安，家庭佛堂安，啊你想安怎？讲我当然是买哦，啊敢有法度？敢会使安啦？讲会使袂使是看安怎用会使袂使啦？我讲你若有相信，包伫我的心呢？我也该烦恼，我这我先烧一杯香，把个一百空杯，应该一百空杯长香，插下了，我跪了一个冰雹，讲即马起，某人这老师的厝要改做老母宫啊，啊，天天道场要改老母宫，要接引众生哦，恁这鬼神不但未使伤害，而且爱搁再来。护这个护持安，护持这个道场，护伊这个啊佛堂会当接引真侪众生，才发传哦大发啊！我香烧完了，我拜一百一百棵树，枝啊我拢啊抽抽开，五枝灵枝我拢甲整甲收开，拢甲藏伫个哦，咱咧烧金的一个炉个啊，拢甲下，拢伫。在那个单前那个昏乱开始就整理了哦，还要收规间乌索索整理到要半个月才安顿啊，不管怎样等安开了经过多久变一个啊，不要说了，反正哦，就为好的变做坏。我这不是你说过的，这是真人实事呢，你要看天命的尊贵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咱唔茫好奇，你茫听到，即马有魔王乱世啊，啥物出头都有啦，啥物出头都有。啊，咱若好奇，啊好奇就对啊，好奇就对啊，哦，千万卖好奇啊。三六七二加天命，大大包天化修完。啥话？这三六七二大家知唔知？捌听过唔捌？三十六加强中，我安知影吼，这个三六七二是三十六加强中，七十二加祖师，强中就是长，长就是咱的师尊，三十六个假的师尊，七十二个假的祖师。那要讲起来，咱一般在讲三十六天宫、七十二地煞，应该捌听过。这拢总来世间哦，伫混淆视听，互咱哦雾煞煞。但是因为啥物假？
假为什么人那要相信？我爱讲假比真的搁较好看，假比真的搁较真。啊，为什么假搁比真的较真？啊，相信的人搁比真的人较多，原因伫底？原因？来，咱做来读一遍来哈。魔王假，为什么那会遐多人要相信？爱假，佮比真的较真。原因伫遮哦，大家来读一遍。来，一二三。魔王考验，伊有领子来哦，所以假哦比真的搁较真哦。咱那个社会哦 ，LV 冒牌哦，比真的较水哦。伊虽然较俗，啊因为俗啊搁同款，啊所以大家拢青咪咪。啊因呾讲迄是山寨版，啊山寨版，所以伊有领子来哦，伊有领子来吼、哦，所以讲。咱那个院长大人有讲一句话：“真刀真客果然宜，有情无情似金鸡。”美业经毒风生气，艰辛风凉破天梯。有情无情似金鸡，自古以来真刀真客无多宜。为什么真刀爱真客？这个是一种阶级，就是讲要定品位。比如讲，即卖是安怎爱高客，即卖要食头路爱破客爱高客，爱迄个做升等的科举，就是要定你的品格，定你的资格，迄个做资格科举。但是资格科举爱哦，社会得经过资格科举哦，啊，咱道场呢爱经过即个考验。伊有领命来呢，他是有领命来。啊，伊领命来要怎考？伊袂使讲披毛戴角啊！啊，披毛戴角，咱就知啊，对不对？啊嘛袂还没做伙，啊上面还没做伙，就是这那可怕、哦。当时、当行、当言语，就是讲在咱的组织内底啦，是毋是？咱做共款代志，哦。今天要创啥个？啊，义无白弄，迄个同事，咱共做一个团体，啊，做共款个工作，一个团体共做伙行。哦，拜三大家就来遮，啊，拜一大家就去遐。或者同事同行，啊，讲话拢讲共款，啊，咱讲共款，所以你袂怀疑。所以阿兰尊者有一暗，迄、那个就是师尊，毋是师尊，迄、那个释迦牟尼要归空也要涅槃，要正道的前一个天前一天，伊大家拢跪咧哭，阿兰尊者甲师尊甲师父禀报讲，师我昨暝哦，他梦伊一只足大只的狮啊，咧祭司啦吼，足大只的狮。啊，这只狮足大只，很凶猛，很雄壮。啊，不过哦，伊腹内伫烂，拢生虫啊。伊的腹肚内底啊，拢生虫。啊，一个啊哦，无外久，这只狮就晕落来，佛陀目屎都流落来。伊讲，阿难尊，阿难，那几狮就是我。所以咱那里讲佛陀的讲过，这狮子吼，狮子吼。这祭司就是你代表佛陀的意思。啊，伊问伊讲，啊，这只狮这大只，啊，是安怎腹肚内滴生虫一直烂，啊，到尾拢晕落。伊讲哦，将来魔王考到，就是胃内底考起来，就是家己内场混乱，家己考家己。各位，咱即马甲想看卖啊，咱的道场是毋是家己考家己，还是外来的因素？无外来因素，拢咱家己自找麻烦的。唔是你甲想看嘛？
咱个道场一直分裂分裂几摆啊？是上甲咱分裂个，咱家己为北来家己乱起来个啦。啊，因为咱不知不觉啊，安怎不知不觉，同事、同行、同语言，话也讲共款。你讲好，我嘛讲好；你讲唔好，我嘛讲唔好。甚至你讲唔好，我去讲好。哦，我哩站啊哩，我不甲内底规个乱糟糟。所以师尊老大人，才甲你讲一句话哦：不要因为一件事，不要因为一句话，而失掉了法身慧命，更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，造成终身遗憾。各位，咱这团队是有当拢听到一句话，不爽啊，不爽啊，无爱来啊。迄个是为了一件代志，我来讲，或许海内外哦，接地球那行要透啊，那行要透，无一个所在，无一个团体，无人事的啦。大家一定要理解，卖讲团体，恁厝人事无，恁厝，咱家己厝人事无，阿婆会小打骂，兄弟也小拍骂，这个团体这多人闹了无代志的。有代志嘛正常个呀，袂使讲因为一个小可代志尔，讲规个放可以，这唔要开玩笑呢，这是家庭未完满哦，是还阁小事呢，迄大家吵吵个，吵个顶呢，道场真歹吵呢，唔是真歹吵呢，关系到众生个慧命，生共个关头呢，生死关头不要开玩笑哦。啥物民主？民主一斤值几？哇，你要讲一句话就唔来。所以人家说忙因为一句话，那才是沾输，那才是因为情绪上的不平衡，从离开显地，对方说不离善之事，不弃阿难若，叫我们忙离开善之事。什么叫善之事？善之事就是引导众生入佛之见，显地是带来让引导众生入佛的地见哦。三面人是显地显，就是咱的前辈、咱的讲师、咱的点团师、讲师、咱的坛子，他能引导我们一条正确的方向，所以袂使离开这显地显。你若离开，都亲像风吹断了线，咱大家听好无？亲像风吹断了线哦。不弃阿难若，阿难若是梵语印度话啦。阿难若就是道场，是清净的道场，不能离开这个道场。为什么不能离开道场？我举一个呢，在佛教团体，它的道场叫丛林，丛林呐、啊，丛林就是讲像个树拿，一张树啊，一张树安树根，这丛林。所以风来，虽然会着伤，但是会互相扶持，互相保护。所以叫丛林，因为换看咱今嘛，安尼一个团队是毋是丛林？三个以上的一个团队啊，就是团队。咱今嘛安尼的是，等讲用啊，咱大家来吃，来吃，会互相大家若较熟悉，会互相鼓励，互相勉励，意志相伴，意难相助，爱共同扶持，共同勉励，安对不对？比如说为什么来说宁愿在道场睡觉不可在家自修，宁愿在道场睡哦，人家度过都没关系哦。像拜云哦，在那个田温，因为现在在修当好、哦、魔道啦翻咩啦，现在等于修这些人哦都做到暗嘛，好、哦、来哦还要拼命穿你敢想说伊安尼来做点点，伊来啊，冷气阁吹咧，会困去袂？绝对困去，我拢鼓励因困，我讲无要紧，因为大家拢拢人，因为恁有工课做甲进来，我平平生我知，恁身躯多少，有诶甚至还袂食，我还袂食来牙酒，真正人牙酒，偏得外省心啊呢，伊来遮困，你得甲拍破啊呢，哦，为什么伊来遮困？
比住厝较好。伊来遮困，边个人会甲当？你嘛去甲拜托个，你将来困较紧啊？那个当个，洋洋醒个，啊是忽然间听到讲了法律上嘛是大家咧拍破啊，伊有破啊，惊一个拍醒伊个面，伊那起来啊嘛手很难拍，啊那这是按照功德，或者随喜功德。伊虽然目睭结结，伊这个白色点中哦，有那咧点睛子呢，有那点睛子。陈经理捌讲王经了啊，王经啊，王经了啊，一个乌巴桑，伊都变节了，都困啊。伊规场困到下课啊。啊，尾啊，逐日都安啦，逐摆都安啦，只有啦。啊，大家咧甲问讲，啊，你来就困，啊，你敢听？无，我听无。啊，你听无，你是来做啥？来遐困哦。伊讲，我着来遮待困一。这虽然是一个笑话，嘛是实相哦。但是伊来遮困，困了代价哦。人三工前师尊就来甲讲啊，你看看了好，三工后要出来，真正三工后来甲抓断，甲拍破啊！你茫讲，你茫讲来道场困，哎呦，歹势伊遐困啊呐！我昨真正困几下，哎，都来啊，我未食饭嘞，迄个冷气个吹嘞，稳困去个啦，保证困去。啊，看你睏哦，啊，睏到这暖流啦，看到介趣味、介古锥啦，我安甲拍波啊嘞，你都唔知，我真正有诚心啦。哎呦，讲含要睏，伊嘛来佛堂睏，因为俺含这机会都无失去啊。啊，为什么讲来道场睏有哪有功德？就他妈讲的，他有随喜功德啊。伊虽然目睭结结哦，这八色殿中无形中，伫这佛光的普照。之下，他也有得到华喜，绝对唔茫带自修啦。我是写这修起来修啦，你若带自会家己修起来，为什么那会家己修起来？咱的自修咪无人管，咱的自我想抓，我唔卖来，我想抓，无人管我着。啊，他会用很多理由来合理化。变讲着明明安尼都唔对，但是后边你甲我看，啊，我会想办法来讲安尼对，伊家己想会对啦，他会自圆其说。啊，一摆安尼，两摆安，三摆安，到尾啊，总失恋，咪失恋呢，失恋，迄、那个道念总失哩，啊，道念失哩了，就退道啊。啊，道一旦退道，心若无道，业力就到位了。业力就来教育，所以我奉劝咱大家，拄仔讲过，一个家庭都有代志啊，无迄落讲一个团体无代志。啊，忙因为一寡小寡代志，迄个一句话啊，一个情绪上的按不平衡，总规个放弃，哎呀，那是终身的遗憾啊。因为哦，这末法时期要找个人见圆满哦，要找见圆满，无可能啊。无可能哦，尤其咱在家这个法门非常的殊胜。三六七日加天命，大大包天化修完。恁捌听人咧讲无？即马修完啊呢？即马咧修完啊，人个普渡早就过啊。啊，即马咧修完，即马修完无唔对。但是各位，我正讲一只，恁捌看到迄个接力赛跑办未？人个迄个。七八公尺还是千六公尺、八百公尺，迄接力赛跑是用一支迄个胶棒、皮棒。你走的人，伊要交互伊，伊要交互伊，迄个衔接，迄个衔接，唔是到家总甩，但是要甲接的人伊还阁走，他还要继续跑。唔是讲，有诶讲师尊哦。真一般人讲普渡啊，即摆修完啊，即摆修完已经结束啊。哦，毋知讲大大包天化修完，就是讲结束啊。讲安怎来化结束？师尊师母拢转去啊。啊，即个老前辈装师娘，啊有诶牺牲身家性命，啊有诶老前人一个一个拢转去啊。安尼哦，世间无天命啊，爱停办啊。哦，真介侪，真介侪祖上会停班呢。
恁毋知捌听过万万哦，有诶是天班拢无咧办哦，讲即马天命无啊啦，世间无天命啊。啊，你看无时阵寺庙安怎讲？讲死水回天，命为世，多疑过之办末天，安尼有修正无？所尊寺庙当然一定有一个凡释迦牟尼八十岁都爱死啊，都爱证涅槃啊。那一般所尊寺庙都免涅槃，那是一种示现，因为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间嘛有一个极限啊。普渡个人的寿命结束了，伊就爱等于交际啊。但是等于了，并唔是讲伊等于天命中前做就等。还有一种衔接啦，等于接力赛啊。哦，虽然时阵寺庙已经回天啦，但是这个命就是天命要留在这个世间哦，啊留在世间。多余就是讲咱过世过世之际，过世之际办理末程，就是讲最后一个，大概一个加把劲，加把劲。在这样才是真正的收尾，唔是我这种停开，唔是种停开。寺庙当时停一阵，那是啥物原因？你敢知影寺庙外可怜？或者是讲拄啊有迄个姻缘，含寺庙安尼做伙，哦，同事同行同语言呐、啊，也算是用这句来做代表。哦，拄啊有迄、那个有迄个姻缘，含咱寺庙要毕业时哦。当食当困做伙做工课哦，几啊年的时间才知影，因为伊台湾的枢纽就是领导啦，枢纽。印纽是安怎写？纽约的纽，安吼。枢纽就是，伊是台湾的枢纽，是讲台湾的总领导人，伊的目标很明哦。当时的那个治安机关，那个警备总部，拢针对枢纽尔，针对枢纽，到尾啊，掠去关，掠去刑，掠去灌水，掠去坐兵，有诶无命啊吧？这阮拢知影啦，用甲无法度啊，超者甲无法度啊，逼伊爱解散，讲一贯都爱解散，因为伊是台湾的总领导人嘛。这个爱改善，有当时有宣布改善，所以咱枢纽领导之下，拄啊万人二十年，伊发停班，就无啊大已经迄无要清啥，无要创啥人，还一种发暂时停班，拄啊万二十年哦，人八座山继续咧办哦，所以咱第一个开放就是，第一个开放唔是柬埔寨呢，就是泰国。但是泰国去的时候，人已经办一遍了啦。人二十年继续咧办，继续咧开放。拄啊，敢咱曝光，枢纽领导职级的拢无办，拄啊停二十年，都慢人二十年。但是上天慈悲啦，予咱开放的所在虽然慢，不过你看柬埔寨，会使讲国祖山的诶开放啊，就是咱柬埔寨上成功。哦，即马拍啊，有去中国大陆一堆，去缅甸啊，去辽国，这样拍成堆，啊，即马上天的慈悲。所以讲，咱要注意，卖乌白对人哦，人啊讲啥啊对人啥话，啊，佫一种，又食红人丁点贤，又食青枣三宝山。有的人记得风讲喊讲风叫人爱去顶点，你们对着这办法，那就是一种藐视天命。干阿伊对，别人拢唔对，十八岁岁拢唔对，就干阿因才对。即马有你留言的游览车咧，你多人无？用游览车载，即马载了钱收收的。啊，用个做功德位，即马拢改在一间大道场吼，啥物道场咱卖讲啦，反正即马吼拢用安尼游览车改在名义讲去佚佗，其实就是要点道啦。啊，伊不管吼、哦、你是啥物身份，你单主也好，
停靠也好，不管啥，你来到遮拢爱停点，拢爱停点。迄要点的时候，迄单主已经停靠啊，单主啦，要甲点到的时候，伊就知影人为只冤个啊，伊煞毋知影讲安尼会使袂使，嘛是拢编开，你用个伊甲编开，甲点个，安嘛咧点，安有表示天命无？安有规个系统拢乱个无？咱嘛有定点，我毋是无定点，但是咱是一直甲问甲问讲，你有来源无？啊是你三宝拢袂记，啊你伫对求道上个很模糊啊。像这款的没有把握，佮经过伊本人同意，咱是安尼咧定点。因毋是呢，伊是乌游览车个，甲伊讲我清口啊呢，啊我是三外个三外，佮有金融佮阿报个，有迄江苏嘛定点呢。哦，是哦，足可恶个。你看，又一哄人呐、啊，讲爱定点面，啊，就干来真个尔，干来真个尔。所以这魔王咧乱刀哦，乱到、哦。乱七八糟，有诶，清楚制作，清楚就是清楚制作。咱无亲老大人哦，无亲老大人，迄阵邓丽媛诶时已经来到香港啊，哦，迄、那个策划了中国大陆，迄、那个咱德摩多底下团啊，啊，从一直流一直德亡啦吼，从敢若逃亡唔管，已经来到香港，佫无平安，尾啊才甲接返来台湾。在台湾将近到20年的时间啦吼，咱寺庙哦，本人来伫台湾，伫台中迄方面待到尾20年，但是拢无人知，这个消息拢封锁，因为惊出问题啦，惊出问题，所以拢无人知。啊，即马有一挂前辈有伊个洪台，先生爱前辈伊个洪台啊，哦，老人家来到台湾啊，10多年、20年，民国64年才开矿嘛。64年才开工的，即马开工了，就有人讲啊，迄阵做路就衰啊，因为我就是母亲的代理人、代言人呐、啊，代理啦，伊母亲的代理，所有一切拢总爱搁再来定来接，定来接，我爱讲，敢那宝光建德哦，敢那宝光建德海内外的佛堂800多间。唔是800多个人呢，是佛堂800多间呢。各位800多间佛堂，人偌济啊？你甲算看卖啊？咱这上细间的啦，咱这上细间的都几啊十个啊。何况讲宝光建德个道有遐大，海内外800多间。恁若捌哩干部者落飞机场了，怎啊甲恁接机？啊，有经过一个介大个骂古咱个老母者。迄就是啦，迄就是，哦，卖讲名啦，迄就是，哎呀，这弥勒火焰，弥勒火焰，迄就是，加800多间学堂，火焰迄个单的修的，唔是安尼啊，我伫泰国的时候，去清迈，清迈，捌听过清迈吧？捌哦，也是观光胜地，我讲邓丽君就是伫遐过空的。伊住伫清迈，因为清迈哦，四季含咱台湾较类似，伊也有哪有小可有寒人，啊，温度较无遐寒，伊迄是较北方啊，迄就是较属泰北，泰国个北方，啊，风景真水。邓丽君就住伫啊，啊，下久啊是安怎样死个吼？啊，伊清迈，哦，我看见道场真撇啊，含当地嘛，做一期嘛，都发落结。伊泰国开发咧结束，大家讲要来行行，我拢也毋做伙去。因为迄阵我好些都在泰国，啊，尽地主之谊啊，哦，也毋做伙去。哦，我起来看天佛堂哦，有够撇啊，真水。啊，入去看，唔怪，那因即款摆设，那摆安，所尊所庙的像伫遮。啊，中一个祖师，讲啊，祖师他无生即尊呢，毋是即尊呢。伊若讲即尊放伫中，还有逻辑呢？迄孙孙寺庙呢，相片拢孙孙寺庙的相呢。哦，因咧从安尼中段搭，啊，即、這个毋是安尼。
迄一个唔系啥物啦，啊，拢啊内底哦，叫一个小姐出来，甲请教讲，小姐，讲阮是来观光的啦，啊，恁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伊讲，这都阮的师尊，啊，这阮的师母。讲你讲的我是听无啥哦，啊，这啊个地方这是啥？哎，祖师啊，白羊第三代祖师，讲白羊三祖，嗯，讲是白羊三祖，啊，是生做哪解福相，无唔对，嗯，啊，若无留啊生做一个人班上庙行啊，伊若生成我安敢行人个伊，哈哈，敢若看都看嘛都无成，啊，就安火火头现人，讲白羊三祖，伊咪三宝三雕。一个加四字，咱着五字真经典着，咱五字是九字，五字也做用啦。正三是五单数嘛，单数是属用嘛。因为该补四也做阴啦，讲爱阴阳合一，或者性命相修，安尼才会成。哦，我第一遍听到，伊讲安个哦，有淡薄仔歪理啦。伊讲安毋是拢完全无理呢。所以，咱的五字真经又加四字多九字，你看有三三宝无？伊虽然是个三雕，伊佫甲补四字，什么出头都有啦，各位，即嘛什么什么出头都有，无多。我最后佫讲一首祈祷，你讲袂了。三宝心法不侵犯，精明断利把德相。三宝心法不生慧，三宝心法用就无去讲啊。因为哦，丹经你嘛讲解一摆，咱直接嘛讲解一摆，都没有好好去体会它。干那哦，大家烧钱精明断利，迄个钱甲我无意思呢。较早我卖讲多啦，迄开钱呢。含情都拿出来呢，啊地盘占地盘，啊将道经当作私人的财产开枪呢，迄个挡风玻璃哦，拍破的，啊油桶哦，甲倒硫酸呢，油桶做倒硫酸呢，迄真正要亡死的呢，修烟敢着修干，啊钱敢着钱干，啊那拢总好伊是干怎样啦，拢总好伊着拢。伊就变做主啊！石头啊！那你讲主刀哈，主刀镰刀机，道在府中气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家己太家己，啊！这些啊，家己太家己，他妈讲同事同行同言语啊！伊都拢含蛮感官啊！你啊哪对一个是魔？伊也无披魔戴甲啊！大家水淡淡哦，大家烟斗哦，天道敢那判案哦。困到敢那晒斜死哦，打麻将水，你要知影讲啥是魔，伊也无写里面呢。啊，那愈食啦，愈隔愈乱糟糟。这句更重要。弥勒弘一开净土，我简单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
弥勒祖师为什么在伫欲界道士道天上开设一个弥勒净土？他的目的有两个，第一，弥勒祖师伊会伫道士净土，就是讲有哪伫共即个欲界哦，开一个净土，伊主要的目的，迄是暂时的哦，各位，那不是究竟圆满的佛土，它不是永远的，是因为需即个众生的需要，暂时才设一个净土或者弥勒净土。为什么要设这个？第一，就是阮待业往生，啥叫待业往生？就是讲，从咱即马，我即马讲咱现实的即马，咱为求道甲即马，咱是毋有事业、有家庭、有种种的因缘，啊是咱的六根拢清净啊，对。所以今仔要等于礼天，要见老母娘，这是绝对正确。但是伫咱这段时间，完全无清净，讲我即马讲一句上歹听啦，钱怕变贪，哦，车为平，住为搬，翁仔某哦，亲情、私情、感情，哥哥做一碗，所以哦，咱真六根没有办法清净，但是伫即种的经营之下变怎，啊，我毋是拢无法度啊，不是没有法度，有法度。就是待业往生，就是弥勒祖师伫遐等咱。只要你符合伊个条件，就敢从他妈，毋是讲阿伯啊，伊敢若伫遐困尔呢？伊就讲伊就来遮来困，就伊敢若困到做仙呢？困到得人佛祖来甲通知，要来甲接引呢？啊，接引即马咱待业往生以后，咱叫做往生，不是死哦，不是死亡哦，我们是往生，从这里消失。因为咱这段生命伫遮结束了，咱往生去到处的净土，继续修行。咱大家听好，咱毋是伫遐什么享受啊啥，毋是拢毋是，反正继续修行。所以咱有一句话咧讲：但得见弥勒，何愁不开悟？只要咱若我都记着弥勒佛，我甲伊讲，你卖做佛那困难啊。因为咱袂退转呐，因为咱伫遮容易退转哦。为什么咱容易退转？你茫看伫遮静听听了好些好些，听了唔礼拜啊，来心火热不破，发力充满。我来讲，出去到门口减一半，第二日到车顶剩三分之一，等于到厝哦，又搁没管没加没大没细啊，对不对？我讲对不对？啊，安是要对啦。啊，伊那天呐，大家拢承认，无定调解委员会。你个调调解委员会也调解，啊，只干着定什么动静就好啊。所以去遐，咱为弥勒净土，就是伫遐咧甲咱调教，调教咱的自性已经要变佛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时间成熟来，就是要护龙华三昧。那这亲临龙华，亲就是讲咱家己本身爱来护龙华会，因为时间成熟了。弥勒祖师会来人间，正式本尊来人间。伫龙华，为什么在龙华会？迄张树啊，做龙华，迄张树啊，改成一尾龙啦，改成迄龙哦，安尼捆条的，啊，解挂，啊，伊伫啊，正道，正道了，哦，我一副光从直接照射去，你到十九经天，下到阿鼻地狱，所有一切佛界众生看到迄佛光，大家拢向佛光来。向佛光来，迄个时阵，大弥勒祖师才开始第一次龙华会，这第一次九十六，第二次九十四，第三九十二，三会龙华拢结束了后，才带咱去鸡足山修一入定。
有一日的啦，啊，迄个骑船只，只骑毛牛，一领金仔，金仔，金仔丝做的，金仔丝在在织的，的一领袈裟，或者金缕衣。甲骑船只讲，你不准入涅槃，你这领衫爱入去结足山，伊安旁伊哦，古怪咧，忽的是忽，伊到结足山迄。迄鸡卡，安怎在这鸡足山嘞？改成鸡卡了。客家船只咧，迄金鱼钓伊尔，迄鸡卡了拢掀开。八国国王下面做伊个呢？八国国王看一个大嘴拢开开，甲伊尔水桶讲：“我唔爱转去啊！”伊总唔爱转去，讲鸡足山了吼，有八个迄个国王哦，家己做塔底啊修行。伊看到迄个情形，讲我要去转去做啥？亲目看的，啊，从入去结石山到今啊，得要三千年还要滴，得爱等候弥勒祖师正道要来开龙华三昧开好啊，才带咱去开迄个山门，去徛尊者才将这领金色的金啊做的袈裟付予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付了。正式为万教的祖师，所以咱讲万法归宗，叫做万法归宗。正式为法界的这万教的祖师，所以咱讲平说万教，以弥勒祖师将来在轮华三昧之后，他是万教的祖师，平说万教，原因就是安尼。所以咱。咱正常盖大的就是讲，一旦待业往生，所以大家好好的修，哦，等正言法师安，正言法师无讲啥物多呢，你要好好的修，啊头啊，甲你摸呢哦，一百万、两百万，无多人有得啊，伊只手哦，藏喺迄个佛陀的金色杯安，眼手安春水哦，你头壳忙要摸着，头壳摸着哦。目屎就流落来。刘德华甲迄乌人甲我跳舞的 Michael Jackson 呢，伊来毋是找马英九呢，伊来找正言法师。哎，起咁空手呢，空手道两串胶，一定两串胶啊！你个是哪人有诶德行？你问我正言法师是人呢？他不是人，伊真若想啥话，啥话就有啊。因为要开一间病院，担一个钱水够伊，伊唔是人啊啦，爱讲伊唔是人啊，真正哦，所以啊来就引成多者，即未来哦，即接受下来，即唔是干那世间派呢，含气天的派，所以大家接受伊啊，叫做分城多劫。咱的弥勒祖师讲化解，减少啊，未来两岸三昧，咱都有机会，咱搁再来。无哦，消灭啦！你若看电视，你报你就知，燃烧的地球，甲冰冻的地球，你走袂去，哦。想阿妈袂使去讲，哎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在。谢谢点燃是慈悲，让大家请坐。